Oh man， 你绝对不会想知道。哦天啊，这个东西，花了，不能说花，他给我好多麻烦，所以要拯救他几乎是，之后 anyways， 好了，我是 X Grubby， 今天呢又是第八集的 Skyblock， so 我在那个。收工之后呢的那个差不多礼拜二的时间，我用的我的那个破笔电，不是我的那个，又稍微玩了一下下 ，yes， 然后那个我的那个地图，我目前我的 Minecraft 的那个位置是放在那个我的行动硬碟上面，因为那个新的登录器就是可以那个更改那个游戏路径嘛，所以是个不错的功能。But， 好不到哪里去。用我的那个烂笔电来玩的话，它还可以录影的话，就算绰绰有余了。But， 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我把它停机了。Yes， 它有一个，在上次那个吉野 Let's Play 之后呢，吉野也顺便拜访了我的那个我的 Skyblock。Oh shit me。Oh fuck me. Okay. So, 吉野顺便拜访了我的 Skyblock, but 猜怎么样 ？Oh fuck me. 在哪里 ？Oh shit, man. Oh shit. Okay, 小心点。Oh fuck me. 走开。去各位，不要再炸掉这里了。So， 很明显炸了之后呢，我们就用创造模式来看这里，那是备份的地图。然后呢，我发现我就是这个地方多放的那个地板门。So， 我就想说，找时间过来把这里给拆掉。So， 拆怎么样？我就上来这里，然后那时候也快封好了，然后。就是这样子走过去，然后就看到有，然后就一只苦力炮就在这里哦，这个地方一只苦力炮下来，砰，把这里几乎都全炸了。可以看到这里到目前为止还看起来算 OK， 不过哦天哪，那时候真是有够多麻烦的，当然也没办法录音，因为那时候我也是用烂笔电下去玩。Oh well, so 现在我们哎 ，What are you kidding me？ 我不是在地板的哦。好 ，All right， 总之我们要修好这里，然后你也可以听到我那个电脑的声音越来越大，因为我把它的风扇给踢坏了 ，So 有点悲剧。对啊，下次应该买笔电的，因为也考验到我的机动性啊，但是笔电的话就真的没那么便宜，它真的很贵，贵桑桑。问题好多、哦。那么陷阱门将应该就好了吧？哦 ，OK， I think yeah。那么我们就可以先下去，改天再把剩下的血什么的先补完。哎，这我，还是有点感冒。虽然有在吃药，可是感觉没药医了。不要问我为什么放弃治疗，因为我本来就没药可救。Alright， 然后同时今天可能不会有 all this， 因为我脸还是有点问题。你们想说在那之后可不可以那个？就是稍微去那个，差一点药之类的，结果还是没用。Yeah，so 不要问我脸出了什么问题，反正就是受伤了。God damn it！ 然后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可以运作的鹅卵石制造机了。Yeah，so
那我解释怎么做的。上次呢，我不是把它延长了吗？其实跟延长有没有关系没差。然后那个我要去看一下那个寄给我的那个影片。So，我不确定这样拆掉可不可以？So，应该再来讲呢，它岩浆在这里，然后呢再来讲上面应该是堵住，才有这里有水这样流过去，要这样流到这里，这样子它岩浆就会流过来下去，然后就会变成那个鹅卵石了。然后目前我的想法就是因为它不会掉出来嘛，它是积在里面嘛，So。我的想法就是在里面，在下面铺一条水流，然后就可以下去直接收集。但是目前为止没那么顺利，因为它那个水流反而不会倒流，所以我要在下面放一些那个栅栏之类的，要不是再往下一层。So，下面目前是一个一团乱，So，我们还会再整整理啊。然后有一些鹅卵石就跑来这里了，I guess，应该吧？对呀。对啊，一定要有我吸到的声音，因为现在乱石就卡在这里了。Such a mess. Oh crap，我用错了。So，我们今天要来把这个水流差不多再往下一点点。OK，我弄掉我的耳机啊。往下弄一点点看。看会不会改善一点啦？So，我的确在这里做了太多 off camera 的事情，不过过程真的很无聊，所以真的不用太担心。有些人开始在意我的 off camera 的事了，因为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们也想看你那个过程啊之类的。I know, I'm sorry，但是我就是一些，因为我就是我平常那个使用电脑的场所有这么多，Oh fuck，没吓到我。所以，我能够录影的地方至少有限。你们都要知道我，瘫痪吧的关系，所以我是那个对啊。So，原本设计就是旁边放个那个压力板，所以就可以直接进去。但是我不想要给他弄压力板，就是让他直接掉下去。So，做法呢，得先把下面先清干净，然后得许多的鹅卵石先。So，我们有一个相当不错的鹅卵石制造机了。Yes，而且我发现它掉下去，那个掉落那个数量是非常多的。我那个挖了大概1个小时，发现它。那个我是用那个工具下去挖的，所以那些鹅卵石都没有算数。我发现它那个掉落的几率是95%，很高。那个 Medetta 还真是蛮好用的工具，But 这工具非常有用，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卡机的现象。就像这样子，然后就一大堆鹅卵石了。什么叫一大堆？Oh yeah，准备跟我这么方便的鹅卵石制造机，但是我们会让它变得更方便，就是下去直接那个去收集。Alright，so 我们要先把下面给拆掉。So，很明显的，这个有点小失败，原因就在于这个地方，它不会那个有流动现象，它反正就所有东西都卡在这里了，So 是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们要想办法把它解决一下。同时我们要在旁边铺一些，可能之后我们会有新的一层，就是下面这里，我打算那个再制作一个新的，也许是蘑菇的地方，或者是储藏室什么的，以后会有一点应用利用吧，运用什么之类的，随便。Alright，so 接下来中间这里呢会放，那个告示牌，可以那个阻挡水流，然后呢之后就会那个一直延伸，那个就会那个下面就是那个正常的水吧，预估会从这里然后流流流流。Alright，so let's start it。我们先把下面那个挪下面一层就 OK 了。
这是目前主要的工作，也是我目前主要想到的方法。So, yeah, 应该是不会多好玩，因为这里又狭小，又狭小。OK， 又狭小又暗，又可怕。哎 ，OK， 然后像这样子，但是我有点担心下面会不会生怪啦。But 我想应该是不会，因为目前为止，因为这地方还是太小了，我觉得还是没什么可能的。我希望可以延后一点点，我看我想要的位置在哪里。同时，这个楼梯也让我有点，挫折了很久，因为老实说，用这样子真的是很麻烦，我每次都是这样爬上爬下。应该是要用那个，应该是要用那个梯子的方式的时候了吧，所以我打算这里就是放梯子，然后直接这样下去了。Yeah， 这是我目前的想法。要不然是这个地方，这个要那个放两层的那种。我有两个吧 ，Yes， Good， 然后就先这样子。好 ，OK，Fucking 。吓到我了。成这样子，它就这样子，就变成一个实体方块，可以放梯子哦。OK， 那么我们之后就铺一条路下去，然后试试看。哦、oh, ，What？ OK。还多一个、欸，多一个的话，要不然就干脆这样子好了。因为我想到我以后还会再延伸上去一点点，要不然那个我要这样子再敲几个特殊的角度才可以下去，我会觉得很麻烦。Yeah， so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条，对不对？做几个那个木棒。然后，三个。哦 ，OK， fine， 应该还有吧？没有。哦，对了，同时我也做了那个书柜，那个就是在做一点 off camera 的事。我发现我们有足够的甘蔗直接那个去做了。在 1.3 以前，那个好像做书是不用用到那个皮革就可以直接做了，所以嘿嘿，就是为什么我那个目前为止还在用 1.2 的关系。What 梯子就这样没了？哦、oh, ，What a shame！ yep。Alright， so 那个接下来我会回答一些问题，然后呢，首先要先讲一下是，我觉得那个为什么我要翻新手动画这一集的那个问题。你都可以看到他那个在我的频道上是多么成功，因为那个还造成了蛮多人的观看次数，在就短短的就是这两集而已就可以有那么多的观看次数，我就是还蛮厉害的一点啦。然后呢，观看次数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觉得他很好看。不是说好看啦，很可爱。真的啊，就是一点可爱的那个上市城风格，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像这样类型的那个影片，那个虽然那影片还很旧了，可是我还是觉得有这种类型的也是让我们的眼睛都有点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吧 ，I guess。哎，还缺个梯子 ，OK。So， 我相信那个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解决这里楼梯狭小的问题喽。Pretty much， 来，然后我们还要再一点木头，把这个封起来。哦天，我会超级宇宙地哦 ，OK， 我会非常的不习惯，因为我都走这条路走多久了。然后同时现在是差不多5点快40了、哦、天、啊、我今天太晚起来了。然后马上就遇到了许多的那个
技术上问题，所以Jesus fuck， 那最后一个要放在哪里炒呢？我看一下上面是，pretty good， 要不然就是，选项，然后放两个这个，再叠高一点，要不然就是不要叠高，一个就好了。I don't like it， 它跟旁边不一样。好吧，那我们就等等再说。Alright， 那么，睡觉一下。这是我喜欢以前版本的关系，超多好玩的东西就这么的在之后越来越多版本就被改了，然后piss me， 然后还要做一点树脂那个木棒，3210，再做几个，然后反正这里一个 here。这是水流，哦天啊，我要把这个弄掉，整理一下这个环境先，要不然真的是safe first， OK， 那个安全第一。 Alright， so 不知道不上这营，然后就与世隔绝啦。哦天啊，有够恐怖的。 Alright， so 我看一下这几个1 2 3 4 5，我希望可以延伸几个上过去。Yeah， 然后最好是可以直接留下来的样子啊。也许像这样子他就留下了吧。I don't know。然后在旁边延伸一点，方便工作。哦天哪。OK， 像这样子。Oh crap！ 接下来下面要放那个告示牌，我记得我有做一些了，我只做了两个，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说不需要，所以我就没有再做，然后后来就好需要，还手残多做那个木板，why I'm doing this？ Alright， pretty much，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有书柜，然后我们就完成了。等一下，我耳机又掉了。来，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挖一点耳屎，因为我们没有了。我们要先做卫星的那个十字稿用的那个稿子。所以接下来是 1.5 那个 YouTube 和那个 Facebook 看到问题。嘿，大大是那个你用的是 Adventure Time 的 Fin Skin 你怎么到现在才发现了？我好像已经用这个 skin 用的还蛮久的时间了。然后这个也是我画的啦。It's a long time ago， 就是还蛮久以前的。这个可以看到它上面的一点那个衣服什么的，感觉很像什么对吧？没错，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的？Holy Jolly Secrets， 就是那个应该是吧 Holy Jolly Secrets， 就是在那个圣诞节的那个版本里面的那个一个样子，就是他穿那个 Finn 穿着那个长外套，可是还是短裤， so 我在这里故意给他加长了一点点，可以发现的话。这上面都是蛮折腾的，我蛮多的，而且我发现它那个颜色有点相近，它裤子跟那个衣服颜色有点相近，所以我之后还会再调整的。然后我是什么时候用这个 skin 的呢？好像是在我自从我不是有制作一个那个 Finn Jack 的那个雕像制作的那个影片嘛，好像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我就爱上了。那是就是一次的热血，就想说来
来做做看，然后哦还蛮成功的，然后发现自己也爱上这个 skin 了。然后呢，我们要放成像这样子堵住水流。哦天哪，应该是往后延伸一个才对。等一下，我看一下今天这要多少？1、2、3、4。1、2、3、4、5、6、7。OK，Go。那么，不够，这样子就不够了。那我就把它往后面一点，像这样子。就直接在这里得了啦。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倒是还蛮想继续往后延伸一点点，因为它水流从最一开始的这样流的话是很慢的。然后这里，同时我们需要蛮多的半砖，我目前就先用这种的。简单一点，以后我会弄得漂亮一点，就是完全没有那个鹅卵石的计划，就是全部不可以有鹅卵石。然后呢，再做多点石半砖吧，鹅卵石砖而已啦，因为我没有烧石头，这个还没完工，所以没办法，整个先迁就一下喽。哇塞，水流会这样流下来，然后啊，就直接在这里走过去就可以得到啦。Genius crap， Genius copy。你如果电脑的声音很大的话，我真的很抱歉，真的很抱歉。啊，我们不应该，对啊，你可以这样子。哦，所以一个水桶就够了。Genius。如果在这里流就超级慢的。Alright，so 暂停一下，先不要泼水，我们要先放告示牌。位置差不多在哪里啊 ？Here？ 是的，所以在这里，这里是尾端，1、2、3，yeah， 然后旁边这里是。5、6，然后最近有个粉丝他加了我的 FB， 那个他想当我的朋友，就想alright fine， 反正他几乎都快知道我的那个本尊的那个账号，所以what a shame，but 他问了我一个问，他看只发现我是住在高雄地区，然后就说那个啊好可惜哦，不能见面了。你们真的想要跟我见面吗 ？Why？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你们到底在想什么？没有啦。But 我如果说谈到见面的话，我有点害羞哎。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见面呢？因为我觉得见面的话会不会有点正式啊，或者是之类的啊？我不知道我。我会有点紧张哎，他说，而且我也不帅啊，So， 为什么要谈到见面这一回事，我就有点不太了解。But， 我大概是不会，因为我也蛮害羞的，虽然我偶尔有几次有那个。有在 Facecam 上面那个露过我的脸，但是那还好啊。可是说到真正见面，就是还要有点互动什么的。天啊，这就可能把我给搞疯了吧？Yeah, pretty much. Alright, so 然后接下来还有个问题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等一下，我要再去看一下 FB 才知道。OK， 这样子就完成了。然后呢，先复个水流 ，It's done。不过，好多水流声，晚上大概睡不着。
Alright, so now 把自己给处理一下。我又没有搬砖的。Alright, 做一个拯救 OK 了。我会想办法把这里再弄个石阶或什么的，然后自己用个半砖，这样子我就有半格挖下去，这样才不会避免它掉出来。So let's start it。我不要用鹅卵石啊，等我那个挖完一些，然后让它那个烧完吧。What？ 我已经挖掉了。OK， fine。Alright， see。哦天哪，我会爱死这个卵石制造机。So， 非常谢谢你们给我这么棒的 idea， 真的。Oh crap！ 哦对哦，我可以放那个 trapdoor， 就是地板门啊，在干嘛 ？Alright， so 你看它慢慢流下来到这里。Yeah！ Oh man， 我会爱死的。OK。我先把这里换成那个压力板，其实用压力板什么的都没差，因为它也是可以阻挡水流，只不过我可以直接从旁边收集，然后 ，yeah， there you go， maybe here， there you go， alright， 只是有一点吵。I could do that. Yeah. 除此之外，这一切应该都 OK 了。Good. 然后，那我们就那个挖一些鹅卵石吧。我想我的一些应该是还蛮多的，但是我时间不太，我不确定我的时间够不够，因为现在已经快六点了。我起得太晚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又有点生病的样子，所以就有点赖床。自己那个闹钟就像 FB 讲的一样，4:01、4:02、4:03、4:04。Oh man， 这不是梗图什么之类的，这是真的事情。Yeah， so 我们再看看鹅卵石吧。Oh yeah， 看的就是爽。All right， feels so good 。
想知道它的物理吗？其实我已经有点发现了为什么它可以，就是收集那么快的关系啊！你看，如果我把这里全部都乱丢的话，会发现它们全部很快就汇集到这个边边这个角落的地方，然后就掉下来啦。So，倒是有一颗非常特别的掉到旁边，我不确定为什么。然后我在这上面做一点艺术修改。这是前半段 ，Yep，it's fancy，yeah，这应该可以开放着了，我觉得，哦，对啊，我稿子爆掉，原因，那个我在旁边把，就是自己封起来，原因是因为，就算我把这个提高了，我发现还是有些少数会掉在这上面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跟着，把它封起来，yeah，so 我们来做一点实稿。然后看看把这个拆掉会怎么样？Is it good？我相信他们应该是不会掉出来的。I do believe。Good。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放其他的方块在这个上面，就是修那个修饰在这个上面了。But how？要用这个石阶梯吗？那时候还没有办法让这个石阶梯那个旋转，就是有那种转角那样子，还没办法。这是1.2.5，所以不会有这种效果。What a shame！But it's okay。这样子，那么这个应该是这样子铺吗？我现在延伸过去。So，这个像这样子啊，有点那个。Oh man，我的电脑看起来现在快要爆掉的样子。天哪，76。Oh what？Are you kidding me？愁死了。那这里要怎么办呢？直接用实体的。Yeah，OK，fine，像这样子，然后旁边也做一下那个修改，like this，好好看 ，pretty much，看一下1、2、3、4、5，哦，不够。那么上面就干脆不要铺好了，因为也那个水也倒不过来了。Alright，back，上去。Alright，so 我看到一些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问题啊，上面有写说，大大，你几乎都快遗忘我了，白豆子。Yes，豆子，我不会忘记你的，因为你是。全 RCP 里面最吵的一个，就是为什么不理你的关系？你真的很吵，每一次都来烦我。所 以，我并没有遗忘你，而是根本就想遗忘你。喂 有些很吵的人，我就会很想直接以那个忽略他，因为真的是有必要全部都回复吗？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会很累。Alright, fine。这样子也很漂亮。OK，为什么那么那个？接下来就剩后面这一用原石铺，应该就 OK 了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Facebook 问题，我看到，如果影片有广告就能赚钱，by X，X500 吧。So，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老实说，你就算。那个影片旁边有广告，是因为那个 YouTube 厂商赚钱，而不是你赚钱。
如果你要赚钱的话，他会给你放，我有点忘记了，启动盈利效果那个叫什么来着？因为我没有启动盈利，所以那个当然没有钱会那个，我做这全部快200多个影片，但这是那个无本的啊，都是无本生意啊。说到这个，我就也是蛮有意思，也是蛮有意思的。它广告是怎么那个形成的？因为我只看到你可以制作广告，可是我没有看到那种广告可以来赚钱的选项。有，我相信有，可能他会给你放更多广告之类的。So I'm not pretty sure，因为那个用 YouTube 赚钱不是我那个做影片的想法。更何况我现在未满18，还不能够有信用卡吧？对 ，I don't know。So，这个问题就要可能要去问一下 YouTube 官方喽，看看有没有说明之类的吧。Yeah，So 这个就不可以问我。那还有问题吗？让我看一下。没有。没有了，哎，然后同时我想要制作一些有关威力导演的教学吧，影片，因为那个看到那个，吉利最近说想用那个威力上字幕，我觉得其实用自己最习惯的那个硬程式上字幕才是最好的，不要因为我那个用那个哦。Fucking hell！哎，放一下。不要因为我那个，不要看别人用什么，好像很感觉很上手、很厉害的那种样程式，就觉得自己 OK。像我自己试的那个 Vegas Pro 也是一样的招啊。such a nightmare。然后。当然，Vegas Pro 也是有很多很好用的地方，但问题就在于它那个界面跟我用那个威力导演实在是差太远了。它按钮分布很不清楚啊，大部分都是版面而已。这相较之下，当然造成了我很多麻烦喽。So 还是用自己最习惯的软体啊，说真的啦。I love it 那么，来砍点树吧，好久没砍树了。这树农场总是带给我蛮多惊喜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哎，然后你这样子，Yes。Oh, what the hell? Okay, fine. 然后树苗有没有？没有。sibling, bone. 先拔动回去。然后，那做一点骨粉。12，yeah，12个那个，不等你们长了，OK，good，good，good，哇，他们都快长到顶端，哦，OK，差一点呢，他们都快长到顶端了，我在想要不要再延上往上一格，可是发现往上一格感觉好像就会蹦，什么叫蹦啊？Fine。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问说，那你做影片是为了什么？因为都无本嘛，
那你做有什么意义呢？Why？很多人常问我这个问题，但就是因为你们都没有了，但是因为我爱制作影片啊。老实说，我觉得在制作影片过程中很好玩啊，所以我就做久了就变成说一种习惯了。But it's still very fun，还是很好玩的啊。我觉得这甘蔗好像太多了，因为好像没这个需要了。我们已经有很多甘蔗了，应该可以拿出一些土来放在更多有用的地方，I guess so。筛减预算吧，一二三四，然后这就可以来种更多的种子之类的。你这样子，good，so，yeah，我们大概需要很多小麦吧？我不知道，我想哦，你又长出来了。想要未来在。动物农场或者是其他地方上面，那个，pretty much。Alright，so 我们等这里全部东西都不见之后，就回去吧。What do you think？对，好久没有吃 apple 了，好吃的 apple，哦，好多的牧童，good，有的烧了。所以下面应该再腌一层，就是 you know，yeah，还是1、2、3、4、5、6、7、8。Oh man，我们快没有那个煤炭了，要非常小心。没关系，这一次就会很多了。然后呢，我们来补我们的这个生怪塔吧，不应该跳在晚上对吧？哦天啊，有些怪物诶。This is not good。哦天啊，我感到非常的，fuck me！怎么听到好像有摔死的声音？OK，Hello，Hello，拜托别又像上次一样又蹦出来吓我。OK，检查一下。Good。Good，OK，所以我们来补大洞吧。Oh man，OK，It's fine，It's fine。丢掉。那我们，然后之后可能把事情都搞定以后呢，应该就可以来继续破一些主要的任务了啦。因为好久没有继续破成就，对不对？好像都只有破书柜那一个，然后上一次就是真的破超多的，什么还没有破洞啊？我想这应该都补完了吧？I guess fine。接下来就把这里给填起来喽，填下这神圣的大洞。我感觉我血会不够。偶尔来洞窟音效，Great！哦，什么声音？就把这个得打掉。Here，Oh man！Oh crap！拜托，不要离太远。离太远的话，就会生怪，然后就会变得蛮糟糕的。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木头方块在这里。Damn it！我怎么会放木头方块？我到时候在想什么？Oh crap！快没有了。给我那个，给你的。然后呢？剩几个洞了？
这样子就完成了。我来，赶快下去吧，别在这里待太久。然后再来讲这个东西就可以24小时不停的运作喽。I guess. Any? 我也是 about that. 上去看看，应该会有些怪吧。哦，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Oh yeah. 啊，怎么？It feels so good. 怎么都可以打？Oh fucking hell! Oh, hey fucker! 等你等好久了。你有没有掉？Oh good. Yeah. It feels so good. All right.然后自己再铺一点点路过去啊，那我们没有放快了 ，crap， 哎 ，so 没关系，这样子延伸过去就好了。OK， 哎，等一下，剪一点树苗之类的东西。如果说就没有苹果的话，那就算了啦。我大部分也只想要苹果，但也不知道苹果干嘛。whatever。哎，哦天啊，现在天变好亮，已经6:30了。I don't know。还蛮想继续完成其他更多的东西，但是感觉时间已经快要到了。Fine。Alright, so 我们今天倒是完成了两个还蛮大的东西的。首先是我们的nice， 首先是我们这个东西，它还要再做一点修改。我想在那个外面这里加盖，就是围起来，要不然我站在这里的话也会被打到，这有点恼人呀。然后第二个，我们解决我们的鹅卵石制造机，然后这两个东西就足以花我1个小时。去解决，What a shame. But anyways， 我希望你们喜欢这影片，别忘记，就是看着我的背包，它很漂亮 ，It's so fancy. 哇，没有了。So， 我希望你们喜欢这影片，别忘记订阅我的主频。然后我们在下一个 Skyblock 再见喽。今天 Blocks 没办法录 All This， 不过我会想办法录其他的游戏。So OK。我们就下个明天再见喽。So see ya.